多謝主席，多謝大家歸隊，繼續討論。主席，剛才我提到有關這個行政長官的有關的財政的撥款涉及到特首辦的有關的組合和這個行政會議，一個呢是即係協助佢這個行政上的管理啊同埋點樣佢有好多個安排啊，即係或者一啲嘅關於某啲重大嘅決定嘅時候，即係一啲嘅策略啊，或者係一啲嘅運作上嘅問題。而呢個嘅行政會議呢，就按呢個嘅基本法54条嘅列明呢，就協助行政長官呢嘅決策機構嚟嘅。咁但係我哋睇返過去嗰年幾呢，行政會議喺協助呢個嘅特首作出決策方面呢，係出現多次嘅問題或者係爭拗，甚至係出現呢個嘅決裂。咁當然冇一個行政會議成員會承認喺決策過程裏面出現嚴重嘅決裂啦，因為呢個涉及到集體負責制同埋呢一個嘅保密制嘅問題。咁但係你睇到有啲嘅重大嘅決策決定咗之後，引起好多公眾嘅爭議，但係唔少情況之下呢，係甚少見到行政會議嘅成員呢出嚟保駕護航嘅，即係可能個個學咗當年梁振英嘅處事態度，有彩就攞，有鑊就唔會孭，係咪？我最記得當年梁振英仍然係行政會議呢個嘅召集人嘅時候呢，即係董建華嘅年代呢，佢當時係同我哋商討同埋遊說我哋點解要有85000啊，同埋應該係支持85000嘅啊，即係嗰時好權威㗎，係咪？即係食成成個政府政策代言人嘅身份，即係仲個權威性呢好似仲勁過呢一個董建華，因為即係董建華唔識嘢㗎嘛，呢個老懵懂，咁呢佢就作為一個即係行政會議代表嘅身份呢，係遊說各大嘅政黨同埋議員啊。咁當時即係我自己係同阿李永達，一個負責李永達負責房屋民主黨，我負責呢個土地規劃，咁當時都係立法會嘅第一大黨，係咪？當時同埋阿陶近生，同阿陶近生係一齊啊，即係同我哋幾個一齊傾嘅。啱啱陶近生可以回憶返呢啲記憶啊，即係點樣講85000嘅需要等等咁。咁涉及到呢方面嘅問題呢，即係當你行政會議喺決策方面啊，同呢一個嘅政府方面係出現問題，而有事嘅時候唔出嚟保駕護航，唔出嚟幫政府解釋，或者係向公眾呢個嘅解話呢，咁呢一個係有失行政會議集體負責制呢一個基本精神同埋原則。即係你有鑊嗰陣時候你就唔咩，係咪？特首個民望即係低處未算低，即係你作為同一條船你裡面嘅船員啊，雖然大家扮演唔同嘅角色呢，你係理應呢係要用你嘅影響力，用你嘅關係同埋能力呢，透過呢一個嘅公眾嘅討論或者係解釋呢，令到政府嘅政策減少呢個不滿啊，減少呢個市民嘅不滿啊，甚至呢你能力高嘅呢係你即係帶動或者係領導呢一個政府呢係走出呢個危機。大家如果最記得當年鍾事員同埋即係鄧連瑜涉及到呢個嘅香港信心危機嘅時候呢，即係當年就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辦事處添啦，係咪？但係主要就一班嘅行政局嘅成員，即係如何領導呢一個嘅即係各個政治嘅組合同埋社會各界人士呢，點樣去帶領呢個嘅社會呢係面對呢個信心危機呢而渡過呢一個嘅難關。有關呢方面嘅表現你睇唔到現時行政會議成員即係有呢一方面嘅即係意向啊，唔好講魄力，唔好講能力啦，係咪？即係當然有啲人喺某啲場合即係嘅表現係好英勇嘅一陣間涉及到我點解刪兩個行政會議成員嗰個嘅薪津嘅時候，我至再解釋，即係個別有啲個別嘅成員，即係我覺得係不配同埋唔適合繼續擔當行政會議成員嘅。但作為整體整個行政會議
由即係梁振英當選到即係現在咧，可以話係即係完全失職。咁當然佢哋可以有好多解釋，係嘛？即係但係啲解釋同政治嘅即係現狀同埋政治嘅需要咧，係兩碼子嘅事。就算你個解釋100%啱，錯全部係梁振英錯，係嘛？行政會議每一次關於好多政策嘅決策嘅問題，特別睇翻呢個香港電視嘅問題，全部俾啲意見係全部正確嘅，但梁振英唔聽。喂，行政會議作為一個按基本法定名係協助行政長官嘅決策機構，如果你呢個決策機構大部分成員嘅意見唔聽，你係咪要集體請辭啊？因為你已經失去對行政長官提出呢一個嘅決策，提供呢個意見或者影響佢個決策嘅一個嘅角色啊嘛，你已經係無能為力啦。你講完一次又一次嘅民望低處未算低，跌完再跌啊！政府呢啲嘅錯誤災難又出現啊！我早前提到呢個房屋問題，即係嗰個嘅揾地嗰個嘅錯誤係嘛？呢個嘅香港電視嘅發牌嘅問題啊！即係有關呢一個嘅即係呢個長者呢個老人金即係方面嘅問題，即係好多，同埋梁振英喺選舉期間嘅承諾嘅綱領，即係有關嘅政綱唔能夠落實嘅問題啊，即係好多時係自刮嘴巴，同埋錯完又錯咧。你行政會議喺呢方面係失去咗一個有效嘅功能咧。咁即係就行政會議嘅成員同呢個特首之間嗰個化學作用唔啱啦，係嘛？一個要行東，一個行西，可能梁振英鍾意一路向西啦，係嘛？咁但係當你即係作為整體嘅決策機構失去一個嘅影響力嘅功能嘅時候咧，而唔能夠幫助政府啊，或者特別幫助特首解決呢個嘅疑難啊，渡過呢個難關嘅話咧，咁理應咧係要集體請辭。居然佢唔請辭咧，我就用呢個嘅削減行政會議全年個預算開支呢2000萬咧，即係幫佢啊推佢行前一步啦。啊，即係你既然咁多人眷戀呢個嘅職位係嘛，或者基於某啲嘅理由。喂，我參與行政會議，我都唔係諗住決策嘅啫，我諗住都係坐順風車，有乜游水可以黐下，係嘛？利用呢個身份去搏一搏，或者利用呢個身份係去達到自己嘅啊個人嘅目的啊！你唔好理佢政治又好，經濟又好，啊自己嘅啊權力用又好，咁有好多咁樣嘅人都未定嘅。啊，正如我經常指責某個政府官員，話佢係政治菠蘿雞啊嘛，我識佢20幾年啦，係嘛？咁根本咁多年咧，都係黐埋邊邊咧，就黐呢個嘅利益咧，即係有利益就黐埋佢噶啦。我認為你離題啦。主席，我講部分行政會議成員都有咁樣嘅行為，咁所以咧呢個即係對削減佢個開支咧都有一定嘅關係。嗱，咁所以有關呢一個嘅即係要求取消咧，係有佢個理據。咁頭先有議員提到呢個行政會議而家黑箱作業，連呢一個會議記錄唔公開理解咧，連呢一個出席嘅數字都唔表，都唔呢個嘅透露嘅話咧，呢個行政會議即係進一步嘅嗰個表現進一步惡化咧，呢一個係更加令人值得呢個嘅關注。就另外涉及到呢個嘅修訂呢個第十項，主席，即係修訂按編號第十咧，都係我提出嘅，主席。修訂按編號十咧，就係、是、呢個嘅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呢個嘅1221,000元。呢、這、一個數字咧，亦都係削減相當於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酬金嘅全年預算。嗱，呢一個咧就如果即係削減全部唔得咧，咁我就即係呢一個第十項嘅修訂案咧，就淨係削減非官守啊。咁因為已有啲人擔心，其實即係最應該削嘅就係啲官守，老實講。咁但係為咗即係令到可能有部分嘅議員咧，
覺得以嗰啲嘅官守嗰部分咧，即係唔應該要取消咁啊。咁因為正頭先我所講嗰啲嘅理由，即係非官守嗰部分基本係完全達唔到呢一個嘅功能咧，咁可以作為一個嘅即係調呢個妥協嘅方案咧，就淨係削減呢一個嘅非官守。咁你睇翻呢一個嘅行政會議非官守嘅部分嘅組成咧，有五至六個人咧係來自呢一個嘅商界嘅啊。咁另外有五個咧係被涉及，即係有啲人形容咧係有紅色嘅背景嘅，即係呢個嘅中共或者係同呢個中央政府關係嘅背景啦。呢、這個相對地同過去比較係偏相對地高嘅啊，即係過去。就算是董建華和這個的曾蔭權年代呢，即是涉及到行政會議的組成部分，涉及到一些中方色彩成員的數字呢，跟梁振英比較呢，即是梁振英的行政會議成員的組合呢，涉及到紅色有紅色背景的人的數字呢，相對地是高。那這一方面唔知係咪因為基於呢個理由，導致到行政會議好多嘅決策咧，係出現呢個偏頗啊？因為好多時基於政治嘅需要咧，政治嘅需要或者係中聯辦嘅指示或者中央嘅指示凌駕，即係香港市民嘅意見或者凌駕香港嘅利益，係嘛？導致到啲決策咧一而再再而三呢個嘅出錯。咁呢一個即係其實再上深一層咧，即係好可能。可以削減呢五個嘅話咧，就可能解決咗問題都未定。咁但係基於行政會議呢個嘅大黑箱咧，好多方面嘅情況我哋完全掌握唔到。咁所以咧就所以先削減嗰個非官守咧，都係一個嘅處事，因為其中有13個咧係官守成員嚟嘅。咁所以其實削減非官守咧，即係只係佔行政會議整體開支嘅較為少嘅部分。